据我了解哈，那外面现在捐赠八仙城堡的送赠的，除了新北市政府，还有阳光基金会，还有台北市政府。那这个其他的两个单位的这个善款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拿回来？这些事都有我跟你讲，跟你中央要跳出来，紧赶整合资源。我只能负责新北市，其他我没有办法负责。你要跟我们讲，安怎去个打打气透，啊打阳光透，这善款人是管他八仙的，啊，我那提无啊，看都无啊，我看都无啊。不是乞丐到处讨钱，唐美娜又讨骂。不要跟我们说拿这个善款来帮我们付医疗费，我们并不是乞丐。要新北市把全部捐款讨回来，再出来说家属不是乞丐，要中央拿钱出来，这样说不太过去呢。我安尼好意甲家属安尼发言，安尼我被攻击的对象，我真正就无辜的，我来讲。美娜姐，无辜的是被你牵连的受害者家属，还有善心捐钱的民众吧？中央能不能承诺，能够拿出由国家这边，中央政府能够拿出一笔经费？有家属看不下去，提供会议录音档。美娜姐会中还反对把善款挪用给医护人员加薪或补助，说要找更强的律师。其他受害者家属说，担心会被外界认为都是贪得无厌。新北市社会局到昨天已接到上百通电话询问要怎么退款，有网友说捐了好想拿回来啊，也说要改捐给其他烧伤的朋友。懂新闻，只剩下心在心。报道，向苹果爆料最有力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奖金送给你，我再捐款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，人人都是记者，爆料一举数得，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